哟，欢迎来到九少西签的我就是九少西，然后今天我叫来一个很有重量级的人物在我身边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很 special 很 special 的一个挑战，然后这个挑战呢，我是要 shout out 阿雅还有 Tomato 的，因为我们是看到你的 video 才拍到的。这个我一定看出你剪了、你要吐啊是不是？刚才那个鸡好像要从里面跑回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有200个 nuggets， 然后我们到底要怎样玩呢？现在先给你们猜一下，我们两个到底谁会赢这个 challenge？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限时5分钟内，谁吃的越多就谁赢。所以现在你们就好开始猜，在 comment 下面快点 comment 了，就谁会赢这个东西。Before 比赛要讲什么先？就这。马多嘎。OK， 我怕我会吃你的分。OK， 我 set 5分钟。OK， 3、2、1 go。第一次。什么吃？你要哪刷出来？更干。有点干啊。真的很干。我很想快点吃完它，可是很干，我一定又吞不下去。怎么样啊？可以了，你再不要下一个指纹吧。现在我们5分钟要试试。你看。干到嘛？哎呀，喂！我两个一起试。就这个地方。这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多的。最干吧。我跟你讲，我还用一句台词啊，就是他教我的这个。干过我婆婆的皱纹了，不错啊，这一句。其实我婆婆没有皱纹的，我婆婆很美，不然我被我婆婆打醒了的。还有10秒吧，真的？我说的是还是真的？你那边有一个半个的。完了，没到，没想到，我只有一盒，还差一块，什么感想？怎么可以给我睡觉？我酸了。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，没有。啊？来，算下，你还有几个？我是动这两盒了。你有吗？你还动这盒？我没有吃这个。那我算一下，等我算一下先。你啊，一。我来不及咬完了。OK 啊，你算我的啦，你算你的，你有动这盒吗？没有，我只剩一粒嘛。剩一粒，这个要两个，算一个。这个要算一个吗？在下面这个要算一个没有啊？算一个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所以这里有19个，他至少是19个。九，现在我们一个桌子有4盒，
一盒二十粒，四盒就是八十粒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看谁能够最快吃完八十粒，然后点吃完满这些酱，所以现在开始。开始。来不了。你。你可以放弃，你可以放弃。放弃吧，没有人吃下一百个。我先吃个，掉硬硬的。我决定了。哇！他要放弃。鸡卷。我们先，我现在就鸡卷，我不要再吃了。我们现在就，你还在吃吗？现在我们两个挺好，不能再吃了，所以现在就要开始算。开始吃了多少个了？所以总结了，我吃剩43个，他吃剩，所以最后赢家是我。哈！你不要看他这样肥肥大大只，你看他这样，你看肥肥大，里面很小的。你们要看肥肥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丢过来，他本来是有啊，很满的丢过来。所以，我们决定在这里停止，不要再吃了，因为一见到哪个，如果我再吃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会吐，因为一见到哪个我们就想吐。所以，现在这几个哪个？我们就请所有人吃了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吃不完，43个加62个就是等于105个，所以我们的 challenge 就到了。我已经吃到连讲话都不清楚，他讲话不清楚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的 challenge 就到这里了，200个哪个挑战不成功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要看还有什么前任时，你们以下留言吧。然后最后，小老，我们要等阿雅还有董爱都来 DM 我们挑战，我们下一个前任是什么 ？OK。